哎，牛老师，牛老师，哎，是美丽的牛老师吗？哎，你补皮膏呀，你都跟到我家来了。那能让我贴一下吗？贴什么贴呀、啊、你？不是你要剁我呀你？啊、干嘛、啊、你来找我？你这个脚剁坏你不心疼啊？不是，说两句话我就走，行不行？啊，就说两句话。那个我最近啊找人那个。学了一句话啥吧，是个成语，我想给你讲一下，特别像咱们俩现在这个关系。我跟你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咱俩这关系就改变了。什么成语啊？那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听过吗？滚 你听过呀？啊，是不是特别像一句话？啊，啥话？门庭深冷，来者虚诚。啥意思啊？这是不知道啥意思啊？不是，我没上过学，这啥意思啊？这那你往后退五步，我告诉你。为啥得退五步呀？退五步一步都不能少，少一步你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。那就退五步你就告诉我。嗯，退五步你就知道了。那哎呀，赶紧，那么多废话呀。好好好，一二三四五，拜拜。哎，不是你，哎，拜拜。这门进不去了啊。骗我！我今天我不走了，我都不信呢。哎呀，这个合适。哎呀，还骗我什么门庭深冷，来者虚诚？给我搞什么哑语？我赌你，我就赌，你看那能怎么着？哎呀，不错，挺舒服。哎呦，哎呦！哎，门庭深冷，来者虚诚，啥意思？想吃橙子？嗯，啥意思？哎呦，蚊子了！死等你，这个赶紧不出来！哎。